母雾方鼎。司母雾方鼎是1937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的一件珍贵文物，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遗物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它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。鼎在原始社会是煮食物用的炊具，到了商周时代，鼎已成为一种祭祀用的礼器，代表着高贵的身份，是王权的象征。司母戊方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而铸造的。司母戊方鼎重800多千克，在当时需要1吨多的金属材料，200-300名工匠同时操作才能铸成。它造型生动，气魄雄伟，制作工艺十分精巧。鼎下面有4根柱足支撑，显得粗壮有力。鼎身上的各种纹样精美清晰。司母戊方鼎集中代表了商周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。